2017至2018赛季共有18轮的老将，34岁的郝帅。做出自己的一些应有的贡献。他在场上的这种对乒乓球，各种战术上的制约，反击球非常难防，质量过了，好球！张宇东拉住郝帅的反手。队呢也曾经，引进过奥恰。他这个俱乐部呢，大多数都是，江苏乒乓球男队的后起。猛，属于力量大、旋转强的运动员。猛，有余，每一个球。还是处理球不够稳当，但是需要有一些稳定的技术。是别住啊，给住直线，这个男子技术的这种一些，就是有一些乱打的，过来，用乒乓球俱乐部乒超联赛，并组建了好球，过了，稳住，相持反手变线，过了，捉，捉。右手还是反手，打上一板呢很有威胁，打不上的时候这个球就显得可时候呢，整个人一更加明确，硬那种类型。这边你像马龙他们，你看没包容和理解，那么对乒乓球的这种理解，哎，这就不好。